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王者荣耀伽罗 KPL 皮肤预定活动已经开启了，玩家花60点券预定之后，就可以获得伽罗 KPL 皮肤7天时间的体验卡，还有头像框和120点券的优惠卡。再通过完成一些任务，那么就可以在伽罗这款皮肤上线后，以6折的点券价格入手，拿到体验卡，自然要去体验一下新皮肤了。和伟哥同样想法的玩家，自然也是不少的。下面就来看看这款皮肤实战的效果如何。对方是一对小情侣开黑啊，他们的伽罗有瑶妹帮忙，还好我慌张飞很快就来支援了，在队友的帮忙下很快就拿到了首杀，看来新皮肤的手感还是挺不错的。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款皮肤阵亡倒地的动作，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，毕竟只是一款普通的史诗级皮肤嘛。最后说说体验感觉，总体来说皮肤的手感还算不错，但如果和泰华对比的话，手感还是稍微差了一点点。那么小伙伴，你们参加伽罗皮肤预定的活动了吗？体验下来的感觉又是什么样的呢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